终究是错付了。这一把我竟然是侦探，来、选一个星额，八分之一选到引狼，好吧，然后八分之二选到狼人。我们是九号位啊，我去，这个位置说好也好，说不好其实也很不好。好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先听前面那些人发言，不好的地方就是前面如果有人挑预言家，我们这个位置其实很劣势的。我们先看一下他们怎么说吧。然后这边有变声器啊，就延伸女生男生搞怪是吧，那我们这边就搞怪吧。这边变声器的话一共有四种，男生女生搞怪。我不知道他那男生说是是变成就是男生变男生会有变声效果呢还是什么呢，我们查一下吧。先选择选个一吧，我们看看，一狼，给我狼，我操，我中奖了，一是狼，来争夺权杖，警徽给我，我要带领你们走向胜利。一号发言，来，我就看你一怎么狡辩，好吧？你还想争夺警徽？来跳预言家，你不跳预言家，我就判定368里面有狼，好吧？他不跳狼的话，就说明368里面有狼。防狼上警，防狼上警啊！这边的话有预跳的话，我就退了啊。防狼上警，你就是头狼，好吧？不用防了，你就是一头狼。好人，如果后面36的话有种偏好人，我个人偏好人。36不抢的话，正常来说应该会有狼来抢警徽的，但是没人抢，看八怎么说吧。八如果跳预言，这边说一下我是预言家，然后呢就是一号的话查杀，昨天的话查的是一号，我这边预言家，然后就是36号，正常来说一般都会有狼跟我对跳，但是1368都没有跟我对跳，说明就是36偏好人。今天的话我会去查2跟4，如果我死了警徽的话就给3跟6里面选一个，大概就说这么多吧。然后刚才的话就用了变身，然后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就先说到这吧，然后就先跳过了。然后大家把那个警徽给我，然后第一晚的话也不知道会有投票，如果有投票就把一票出去，没有的话就先看情况吧。一号的话是铁狼，四号你别掉线呀。我觉得一号可以爆掉了，好吧，一号可以自爆了。目前三六八不争，跟感觉应该偏好人吧。368偏好人，看一下昨晚是平安夜吗？昨晚是平安夜，说明礼物的话可能用药了，或者是到那个守卫了。我们陆续来听一下八号怎么说吧，然后最后看一号怎么说。先给36标，给他们标一下。一号你不个人，一号有被皮，一号我一边，我可不要感觉我。对，你们要知道，一号可能是普鲁托。单女的都那单他爆了，所以我的感觉是女巫今天晚上把这个一号给刀了。这样本一号如果是勘探的，那几率是这样的。然后晚上一号预言家在预谋，如果不是园丁的话，说实话这个毒药的话也可以毒，因为毒药是省的话到后面对吧，就只能说防守他勘探后外面。六号发言很正，有律师的话可以跳了。五号的话麦是没有声音，但问题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七八里面有律师啊？导致可能跳不出来，有点尴尬。要不就先弃票，但是弃票的话有一种危险，就是万一就是狼票人的话，有律师的话最好跳出来来扛刀吧。就是晚上女巫再读下一。五号的话他在活水啊，不喜欢这种挂机的，有可能他不知道他没麦序，但是都有麦克风检测了呀。如果没有声音的话你就打字嘛，也不打字。四号说他是律师，那就先票律师吧，也不知道这把有没有投票，有的话就票律师。这边五跟二都没有声音啊。二号终于打出了字，可能心虚吧，我看吧，查二吧。哎呦，有只引狼，看吧，就我里面查吧。这边的话听一下六号的，他说没错，就是我自己的话玩这个也不是特别会，玩的经验也玩的场次也不多，就了解一个大概。然后呢如果是好人就票四号，我们今天的话先票律师，多一个小女孩，然后晚上时候女巫可以读下一号。晚上的话我还是会照例查一下二跟五吧，主要是二跟五太不怎么说话，就二号的话是打字，但是五号的话比较划水，就七号的话我忘记他有没有说话，然后就先票四号，不知道有没有投票，有的话就先把他票出去，没有的话就晚上读下一号。大概这么多吧。然后猎人如果晚上被刀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如果他刀到你的话你就看着办吧，如果刀到小女孩那这把有点悬。守卫的话你看一下手吧，你可以自首也可以看着手，我不知道我这样发言对不对。大概讲了这么多，然后就听六号的，先把四给票了，然后多个小女孩保险一点。哎呀真的没有投票，我操，真的没有投票，我去，这种情况就保一下吧，先
如果是守卫的话就保一下吧，真的没有投票、啊、一群老鼠。我们这边查一下二跟五吧，他们两个太活水了。七号我忘记他到底有没有说话，反正就二五七里面应该有两只狼吧。我个人感觉可能狼要么就不太会玩，要么就是怕打掩护什么的。先查帮跳过了。二号的话暂时发个金水吧，不排除可能是引狼什么的。一号应该被毒死了，守卫的话应该是保到自己或者那个什么砍到刀了。二号先说吧。啊，我也没声音吗？我操，我也没声音吗？这样子吗？说了这么多，原来是没有声音啊。那怎么说呀？好像跳守卫啊。四是我救的。这里怕游泳。我没查到什么呀，我就查到二是个饮水。先跳四吧。四的话是律师让他出来扛一下吧。这边先看一下五跟七，查一下五跟七吧。就一头引狼跟一头鸣狼嘛。没对跳的话，三号应该是守卫吧，应该是吧。没有人跟三号跳守卫的话，应该是的。二的话不确定是不是引狼啊。引狼的话太难排了，只能听发言吧。我二号的话其实有点划水，我个人的话觉得偏狼吧，但是要考虑到就。引狼就一只，然后你能查到引狼也是一种也是飞到了极致好吧。五的话也是好人，那就七咯，那就偏票七咯。二五里面选一个咯。五也好人呀，那二五里面肯定要么都好人，要么就有一只狼好吧。要么都好人，要么都有一只狼什么。八号先票七吧。二号说他是猎人，看吧，也不知道八号是不是小女孩。六号要比他阳刚一点，这啥呀？没啥用呀，就票七吧。七要是真好人，那也对不住了。反正我查不出什么呀。二是真猎的话，六七两狼，我觉得他虽然说也没错。因为我好像先票七吧。三六的话，第一轮。就感觉就是好人一点，如果他是狼的话，讲道理他会讲道理、啊、如果他是狼他应该抢一下预言家，因为一号他不抢嘛。上毕第一轮的话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反正目前还是只狼吧。七号如果不是狼，那就两只狼吧。你才是小女孩，我都暗示这么明显了，不好说。那如果说这刀的是四的话，那就出局了，没事，问题不大。如果四号死了，那问题不大的。主要是三六给我的感觉就偏好人吧，真的。哎呦，我怎么说呢？就是如果真的是好人，那就对不起。七号是小女孩，对不起啊，因为三六第一轮上井的时候他们不争嘛，讲道理，一号铁狼都不争，就很奇怪。你看嘛，一号铁狼不争，讲道理上要么就是一只狼上井然后抢警徽，但是一号他不争，然后三六也不争，八号也不争，就我一个，那我只能觉得就是就没狼了，就一号狼，然后三六半个都是好人。哎呀，三二三四都是好人，我操，这怎么玩嘛？二三四都好人，那我只说说这引狼是真的好难查呀，我好对不起我的队友呀。我就好奇谁是狼，就一只狼好吧。没有结束，说明七号应该是偏狼的，七号的话是偏狼的。六号这边两个是二，没人跟二对跳啊，主要是二号没人跟他对跳啊。我觉得二号应该是猎人吧，那你就带走一个吧，就票吧，总不可能三是狼，但三是好人呀，我操，都哎呀，我来归理一下。二跳四律师，三是女巫，我是猎人，这不已经很说明。五的话可能是飘二吧，归飘二吧。哦，你选一个，我不想选，我去，我不想选，你自己带走一个吧，你自己选一个嘛，选中了就你枪击高超好吧。如果没选中是吧，没选中那就那也没事，如果没选中那就也不会抱怨吧，反正就娱乐嘛。六号出局了，那要选六那也没事吧，反正就三六里面选一个，不过六出局的话那就应该是那个了。我操，六是引狼啊，六是引狼呀。很多时候靠感，六是猎人吗？不是吧，二才是猎人好吧。啊，六号是人，不是呀，二才是，哎，我乱了，二才是猎人，三是女巫。守卫的话也没对跳，守卫说了什么？守卫好像说保了谁吗？我忘记了有没有人说保了我。一号是真狼，六号是打掩护，他不跳，如果他跳了的话那太好了。
这样子我就查出两个狼了。哇，这六号藏的好深啊，我去，这六号藏的好深啊。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抢警徽的话肯定是有狼的嘛，但是没人跟我抢，我这边又查出一号是狼。如果有人跟我抢，假设说一号跟我抢那无所谓，反正他已经被查杀了嘛。六号如果跟我抢那太好了，这样子一轮上警直接排查两狼好吧，就是六号跟一号直接带走啊。这六号居然是好人啊，藏得太深。不过说到底还是这个二号太厉害了。如果我是猎人的话，我可能会崩了三号。如果是我会崩了三号，幸好我不是猎人。这个选择题太难了，如果选错了，真的如果选错然后输了就压力很大。嗯，反正如果猎人真的是选错了，我也不会怪他的。就其实游戏的话无所谓的，就娱乐模式适应无所谓的，就当结识朋友嘛。我对娱乐模式其实一直都很放得开的，就不会抱怨这抱怨那。好了，就先到这吧。哇操，这六号藏得好深啊，最会说话的是吧？不能这么说呀，像我这么老实的我也会这么说的，真的。换做我的话我也会这么说的，真的。换做我的话我也会这么说的。关键是没有声音啊，好奇怪啊。